净宗法门理论依据就是佛在《观无量寿经》上所说的两句：是心是佛，是心作佛。这个心是你自己的心啊，净土念佛成佛就建立在这个基础上。说悟呢，悟就顿其本佛了，就成佛了。迷呢，迷是妄论生死。轮是轮线，轮线在六道轮回，搞生死流转，这迷了。但是这个里头有个妄字，这个妄字很重要。妄是不是真的？六道轮回是假的，像做梦一样。那告诉你，极乐世界是真的。这个地方六道十法界全是假的，没有一样是真的。我们今天造生死业，造业也是假的，受果报也是假的，叫妄啊。于是世尊悲悯，我们在做梦，在受苦受难，自己完全不知道。佛在旁边看得清清楚楚，升起慈悲心、怜悯心，把我们唤醒。讲这部经就是唤醒我们。大众即知是心是佛。知道我们自己本来是佛。这个知重要。当即精进呢，那就是心作佛。精进，怎么个精进法？我真相信就是精进，我真想往生就是精进，我这个佛号一句接一句，没有间断的时候，这真精进。口里间断没关系，心里没间断，所以念兹在兹啊。起心动念的，就是一句弥陀啊，其他的身心世界全是假的。不取不舍，随缘度日啊。不必起心要去求，也不必起个念头我要把它舍掉，不，没有这个必要，假的嘛，一场梦嘛，除之泰然。缘有好，缘没有也好，都好。
又云是逢场作戏，别当真。没有缘，清净无为，一心专念的，你说你多自在呀、啊！所以佛教给我们随缘，不要攀缘。没有一样的，不是为众生，不是为正法救助。